我们预计呢10月7号离开码头，8号的时候我们会择机穿越西风带，这次正式进入西风带了。刚进入西风带的时候呢，风浪可能会比较大一点，达到了4到5米左右。预计的话，顺利的话，3天我们就能穿越西风带。此次穿越西风带呢，是雪龙2号交船以来呢，需要面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。